服活动不分男女老幼，凝聚邻里善心。詹雅致带着孩子和婆婆、外婆参加，四代同堂。是觉得我一直对于浴佛这件事情，我都一直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有一种很平和，然后好像可以消除我心里的一些繁杂。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来参与，宗教虽不同，教善行孝的精神相同。我觉得是一个很棒更了解文化的机会，让我们了解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爱人。我觉得虽然宗教不同，我们还可以帮助人。迎接佛诞节也是孝亲月，子女双膝跪地为父母吃点心。阿嬷就是我的母亲，因为阿嬷很照顾我，从小六个月就照顾到现在。我会想说，阿嬷谢谢你，辛苦你了，我爱你。报答亲恩不用等到将来长大，日常生活就能做到。这样的动作或许很多人并不熟悉，透过志工的引导，爱要说出来。大爱新闻，这些美志工蔡素娇、叶秋良、邓宝珠，澎湖报道。日本德仁天皇在皇。